我们开始做吧。这是袋子，拿来装，拿来装大一面的，然后卷起来，还有说，然后把它递过来跟章鱼，然后这个是做饭团，对，这个才做饭，这个是我们饭团上面这个黑色酱，酱包，你有什么？它上面有写说，开始呢，要开始做了。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花椰菜，第二个要做的是蛋卷，第三个是章鱼，第四个是这个饭团，熊猫饭团，再来炸鸡块，再来是意大利面，最后再把酱沾上去饭团上面。你知道吗？